哎，今天这好漂亮呀！啊，跟你一样，漂亮不漂亮？漂亮。 我们晚上还有事儿。哎，亲家母，不要这么客气。哎，菲丽，都说豆豆是王珊珊的叔叔，以后不能叫他亲家母了。他们不是亲戚，就是我领导公给我爸关系好，所以不能叫老表。我在娘家，你看到这个女孩子高高的，你现在跟我们关系好，当亲戚一样。对对对，亲家母，答一下。哎。像菲尔的洗脸的毛巾一样，这个不像菲尔的毛巾，这个像你的帽子一样。哎，老板，有高压锅你怎么不用？这个高压锅煮肉肉好。回来吃肉肉了。你快回来，老李舅舅马上给你吃完了肉肉。你在看啥？我在看电视剧。什么电视剧啊？看得这么津津有味。欢迎来到麦剑森。这个是中国的，在中国和坦桑尼亚拍的，好多中国的医学搬到了我们那边医院，给我们国家医疗办的好多嘛，看得好感动。而且里面有好漂亮的非洲景色，有坦桑尼亚的，有扎斯班，有塞伦盖蒂。啊，有那个塞伦盖蒂的动物大迁徙。对对对对。还有那个桑吉巴尔海岛，对对对，有大海。有时间了我也去看一下这个电视剧，欢迎来到麦乐村。今年本来说是我自己想去一下塞伦盖蒂，没去，在电视剧上看一下。有口福了。拿过来。对，拿走。拿走。
你像牛魔王。对呀、啊，要不要牛啊？对呀、啊。啊？咦？我带的。哦，你带的，好，给菲儿也带一下。哦，牛魔公主。妈，舅舅，你看我帅不帅？嗯，挺帅的。啊！妈妈，你先尝一下，尝一下。他不敢吃。你不跟我搞。